嘉义市有一位24岁的年轻小姐呢，她不但是一位美发师，而且还兼差当殡葬业的大体美容师，甚至假日还会跑脱去当这个秀场的歌手啊，一肩扛起家里面的经济重担。可是她从来不叫苦，因为她希望能够多赚点钱养家，让辛苦的爸爸能够过好一点的生活。24岁的许怡倩，小倩穿着清凉的红色亮片装，露出姣好身材，不畏低温，露出一双美腿，在舞台上劲歌热舞。做过美发、饮料店、服饰店，还有冰凉汤。像这样子唱4首歌赚1000块钱，小倩一天最多可以接到9场，自己开车跑场，从来不含苦。生长在单亲家庭的她，为了让辛苦的爸爸过上好日子，除了兼差当秀场歌手外，还是个大体美容师。另外，美发师更是她的专业。这样可以吗？小倩甜甜的声音搭配上时髦的发型，外形高挑靓丽，细心的帮客人打造最适合的发型。其实小倩从13岁就已经到美发店当洗头小妹，之中还半工半读在饮料店打工，更做过槟榔西施，现在还兼差当大体美容师，就是希望经过她的巧手打造，大家都能美美的。想要让爸爸好过一点，这是最大的目的。他妈妈呢？妈妈她很早就过世了。他很早过世，所以家里独女要担起一点责任。小倩现在一个月月收入近6万元，一肩扛起家中的经济重担，努力工作赚钱，连交男朋友的时间都没有，就是希望赶紧赚钱，给担任油漆工的爸爸过好一点的生活。中天新闻侯国文、张欣怡嘉义报道。